好，就是这里了，谁来我就抢谁。炸弹可以顺便捡，一石二鸟。二号是工程师，三号拍师踩六号，六号最后是在右半边看过他，而他跟八号都是从右半边过来的，却没有来解炸弹。那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死掉的情况下，去往右边的四号却死了。那六八这边明显占两了。那最后就是五十出一狼嘛，但是我个人这边的视角是比较偏向十号是狼。来，陈轩，听我指挥。谁敢挡住我的路，我就敲他的头。谁敢阻止我校正配电盘，我就射他的头。燕玲，我是狼。好的。燕玲，哎，我又当到狼人了，好爽啊！哪里刀？我在。我想来电力室赌赌看法医，看可不可以赌到法医。不放紧急任务，单纯赌法医。嘿嘿，不爱。我来电力室，我放通讯。哦，可以哦，集合喽！哎，另外一个狼在电力室，有人进去了。我关门了。刚才那个网路很荡，然后呢，那个有他自己动了。我刚回来，然后呢就一直按报告，然后不知道谁到了。他这个发言感觉不太行哎。这刀尸体在哪？我最后一刻是看到八号从左半边的，应该是储物间的方向、啊、往上面跑。那我会觉得前期往左边跑的都高级律师长啊，一个刻板印象，所以我会着重观察八号。我一开始先去那个电力室维修路线路，然后直接往酒吧灌了气瓶。他去泳池喝水源的时候就通讯中断，就在原地等下子，等完工要去解的时候就被拍过来了。正中的看似是去用内鬼，然后去关心，然后我是想去电力室看暖气。刚是四号说他是警长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警长。三、号嘛，三号警长。是警长。知道说他有身份哦，可是他不是警长、欸、那他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啦 ，sorry，现在我们，我先抓一下绳子的位置。你有要厨房还是后花园？后花园，因为警长三有神三有神，警长还没有出来啊。其实我们后花园三刀胜率是很高的。哎、欸，警长好像说警长有出吧？很多人哦，至少三个哦。来哦，站好位置哦，一人盯一个哦。手。好三刀。哇，这么快！哎呀，太扯了。闹了好不好？我有体检，有没有来看一下？我有体检。那边有体检。陈轩，你是工程师对不对？我有体检。陈轩，工程师。陈轩，你不要再跳了，出来看我体检啊！神仙坏人吗？我坏人。
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拿到警长了，我要去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与世隔绝了。好，就是这里了，谁来我就抢谁。炸弹可以顺便捡，一石二鸟。这个时候不要急哦，先观察一下哦，确定没有狼在捡。哎，不对，任务快结束了，我们一个人都还没枪到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放后花园却没有人，那明显狼人是在右半边行凶啊。六号他在我后面，然后客房直接倒两具，那明显狼人是闪到了，那就先断一下时机啊，因为任务快做完了是没错啊，剩我一个任务，跑太远。OK， 这局狼坑偏明显哦。二号是工程师，三号拍师踩六号，六号最后是在右半边看过他，而他跟八号都是从右半边过来的，却没有来解炸弹。那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死掉的情况下，去往右边的四号却死了。那六八这边明显占两了。那最后就是五十出一狼嘛，但是我个人这边的视角是比较偏向十号是狼。我这边能保那个一二，因为一号有那个体检，我有看到，然后二号是工程师。这个六号发言明显在划水哦，他保了一个金水加一个工程，有保跟没保一样，这明显是刻意在创造一个跟好人拉共边的错觉哦。我不知道谁，对，那我能保燕玲跟陈轩啊，那我也是有看到燕玲体检，对，那陈轩也是工程师，这不就又是在划水一次吗？那这样狼坑就是出在。5-60啊，来，陈轩，听我指挥，等一下你直接往通讯终端那边跑，我等一下直接往校正配电板跑，游戏就直接结束了。要是你是好人，你就离我远一点；要是你是狼人，我就让你吃吃看我的子弹。好，游戏结束。那我可以拿扳手敲他们的头吗？哈哈，谁敢挡住我的路？我就敲他的头。谁敢阻止我校正配电盘，我就射他的头。都废掉吗？我们是流氓双神职，谁敢挡我们，我们就打谁。哦，那个尸体在客房啊。没关系，这个不重要了。很多的客房。现在尸体不重要了。来，陈轩，直接分头行动。英勇的战士，他们已经牺牲了。燕玲，我是狼。哎，你好啊，狼人。可是我是温柔的警长，我是不会对你开枪的。啊！我花了100，然后我又死了。我就知道是六八十。